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在做一个一物一物的挑战，就是用10块钱换2张回台北的机票。好，那东西可以跟我们做一个交换。我不会换吗？我们这个挑战要去多找喝水的人。鸡皮疙瘩起来了，鸡皮疙瘩起来了。真的有情有义啊，马主人。啊、什么？怎么变？变什么了？ One, two, three, four. Spider-Man, 跟着我们去冒险。Spider-Man, 勇敢跳出舒适圈。Spider-Man, 怕我不懂，做我才懂。跟着我们一起 go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Doodleman。我是 Eric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用这10块换取2张回台北的机票。我们明天晚上在台北有事，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明天回去。然后我们这几天呢，已经过得非常的辛苦了，当然还是要再苦最后一天，希望是最后一天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就要想办法。是我们从马祖回台北的机票，一个人是2100，2个人是4200，3个人6300，4个人8400。反正就是要从10块钱哦变成4200块，听起来很狂，有点需要一步一步的，比如说10块钱把它变成一个20块的价值，然后变成40块的价值，反正就是用一步换步的方式。我觉得我们的第一步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第一步是钱，其实10块钱能买的东西现在不多了，现在10块钱在 Seven 可能就一个茶叶蛋，一包卫生纸，然后这一个卫生纸我要收5块，真的可以耶。有些国家就是有人站在公厕前面卖卫生纸，一张5块台币，还是我们就买一包卫生纸，然后去一家餐厅，看他嘴巴怎么都脏了，妈擦，真的毫无头绪，要怎么把10块钱变成4200？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搞丢了，Let's go。好，我们看这文具店有什么十块钱，然后是可能有人想要的东西，连一个橡皮擦都买不起。欸、真的，现在东西好贵哦。还是我们50块开始，还是我们4200开始？哎、欸，这笔都买不起耶。你看这几张纸，我们也买不起。我觉得打火机可能可以，但是我们没有在抽烟，不知道是10块钱买得了。这个10块。哦，10块。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那你要卖给谁？路人啊，还是我们再晃一晃？我觉得我们再晃一晃哎。好。我们想要换10块换成一张机票回台北。你们有没有一个超过10块价值的东西可以？我就直接给你换。我什么都没带。什么都没带。对啊，我连包都没带。好了好了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要赶飞机哦。谢谢啊，一路顺风。对啊。不好意思，好难哦！现在转蛋变太贵了吧？以前是10块钱就可以了，10块钱哎！然后还是要某一个牛肉面出来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看电视，就是我今天在做一个挑战，我们要把10块钱变成2张回台北的机票。不知道你们身上有没有你们不想要，然后价值超过10块钱的东西？怎么样？也不一定是不需要，就是想说你可以把它卖掉，然后赚10块。狮子已经市价多少？29，这没盖过。没开过，那你愿意跟我换10块吗？可以。犹豫了一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可以打耽误你们一下吗？因为我们今天在做一个挑战，我们要用10块钱换成2张机票。我们现在已经换到一个纸巾了，你们有没有什么不想要的东西来换这个纸巾？这个是清爽洁肤抗菌湿巾，没有开过的。今天这么热，擦用这个擦身体应该是很舒服。哎呦，我帮你剪帽子。有吗？没有吗？好，谢谢你们，拿好了。为什么要剪帽子？他们在大叫不要。那我要付一服务费。我们在做一个挑战，是要做以物换物，然后要付30块。好，谢谢。他想换他手上那瓶啤酒。嗨，你们好。我们在玩一个以物换物的挑战，然后我们这有价值30块的湿纸巾，你有没有东西想要跟我们换的？那、啊、我们现在有一个29元的湿纸巾，有没有东西可以跟我们做一个交换的？超前的，2张机票是4200啊，只有一瓶39块的饮料。有开过吗？开过了吗？没有，会比你们现在的高价一点点。就是我们重新来过，我们拿的是一瓶绿茶，你觉得有比这个诱人吗？湿纸巾我会觉得比较有价值。好，谢谢你们。你们是马主人吗？不是，我们来玩的。可能我们买不到机票就变马主人了。大家知道了吗？就是绿茶没有湿纸巾有价值。不好意思，可以打扰你们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是换到一个湿纸巾，市价29块。你们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们愿意跟我们交换的？找错对象了，因为导游身上会带的，要不就是很贵的，要不就是带团要用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找下一组人。所以你们要问我们呢？好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10块钱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這個、我们现在是29，升级了。现在是29了哦。请问一下，你们 YouTuber 叫什么？我们叫的嘟嘟 man。
呢。那你有东西要跟我换吗？这要广告一下。这什么？这个是金门老酒。这一口要跟我们换老酒，马祖老酒。我变金门了。广告一下。那你有东西要换吗？你要换什么？换一个超过价值29块的东西都可以。我看那个包包好像不错。这个啤酒它是冰的吗？是不是冰的也是一样是啤酒吗？也是不一样。问啤酒是比狮子镜还不值钱。所以真的吗？这个啦。哦，这什么？有这哦，手机架啦。手机架可以伸缩的。手机架呢？我要先讲，我要上镜，不能剪掉哦。金门老酒，这个价值多少？你买的时候多少钱？299。哎，可能这是放桌上的。都可以，看你要放哪里，你要掉下去就好。我觉得有它的价值。好，那你愿意换吗？我愿意啊，当然愿意啊。你要让我上镜，我会订阅你们。299。对。好。哇。299，马上。谢谢。交换成功。真的。金门老酒不要乱喝，马祖老酒。我们这个挑战要去多找喝醉的人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没有喝醉哦，我会敬业你们。好，这个确实看起来市价是比紫金还要贵，但是它有点脏脏。没有嘛，没有。所以我要去清理一下。它就是整个方程式，还是好的啊。有一艘从台北港来的船刚到，我现在开始堵要下来的人，而且他们现在就是手上资源最多的时候。台北港的大家，不要让我们失望。找一个看起来愿意放弃一切的人，所以找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人。Just take everything， 没有人敢跟我对到眼。欢迎大家来到马祖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嗨，你们好，可以打扰一下吗？我们在做一个以物易物的挑战，目标是要从10块钱换成2张回台北的机票。我们现在已经换到这个手机座了。你们是不是忘记带手机座来马祖？你看这个收缩很简单，放口袋当子弹。都可以，好像没什么东西吗？特别的东西，没关系，谢谢你们。真的，市价越高会越来越难。我有什么300块的东西我不要的？没有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呢交换到这个手机桌之后，我们觉得我们要去一个可能一个咖啡厅的地方，大家坐下来，可能那边是滑手机，或者是放在那边看影片。因为旅客其实拿这个没有什么用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马祖的 Starbucks， 台湾最靠北，看一下这边的人有没有需要用到这个手机桌。Starbucks 它的单价比较高，所以里面人它的平均消费比较高，比较有那种有价值然后愿意放弃的东西。你说来喝 Starbucks 的人都比较有钱。我不是这么讲，我是说，没错，是这样。没错了，大家都在用手机，好不好？直接问哦。不好意思，想打扰一下，我们在马祖在做一个挑战，然后要以物换物。目前我们换到的是这个东西，叫做手机架。我看你们大家都在用手机，我这边没有。没有，谢谢谢谢。其实现在是蛮渴的，我们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换2杯超百饮料？我们要回台北继续问啊。啊，好，继续问。我们在做一个挑战，是要用以物换物的方式。目前换到的一个手机座，看你们都在用手机，有没有可能用你们身上什么可能不需要的东西跟我们做个交换？不需要啊。谢谢谢谢，打扰了。这手机座真的很好用哦。我们两个勤俭的用10块换机票。OK， 我们刚刚在这个咖啡厅呢，就是有点失败。可是我觉得主要失败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个手机座，而是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。也有可能，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真的身上没有东西可以给我们换。今天出门他就带他今天需要的东西，需要的东西而已。所以我们今天呢换来这边一个老街的感觉，然后这边比较多店家跟住在这边的人，但是这里的平均年龄偏高。好了，我这边找一下，这边感觉应该要很热闹。礼拜六怎么会人那么少？老板娘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做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要用10元换到一个台北的一个机票。你不会换，老板去睡觉了。我一个手机架跟你交换。你要换什么？我要换一个你觉得你可能可以跟我交换的东西吧。这个真的吗？这多少钱？这个市价多少？这个100块。我这个市价299。有帽子，这个400。490。欸，我觉得帽子可以，因为它又有纪念价值，而且我们可以跟观光客交换。那你愿意跟我交换一个手机架吗？可以。这上面是写什么啊？海龙马祖最强的单位，你要选迷彩的还是？你觉得迷彩的还是黑色的好？我觉得可能迷彩好一点。那我就跟你交换这一瓶了。没问题，谢谢。祝你们办事成功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拜拜拜拜拜拜。突然发现我今天是穿军装的 style， 真的，然后就直接换帽子，不行不行，要全新。现在有这个就比较可以去跟观光客。对，观光客他们喜
欢有纪念价值的东西，他们只要觉得是纪念品哦，他都不会思考。100块明信片我也买。你那边有一群观光客。好，我们去找他们。我突然觉得哦，虽然这个是有纪念价值，但其实它的设计不是给年轻人的，是要卖给那种爸爸辈的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是要卖给老一辈。然后他以前可能是军人 ，Rockman 呢，他以前可能就是海龙挖兵的。这个人要去哪里找？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换到一个海龙挖兵的帽子，很有纪念性，它是全新的，市价490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愿意跟我们交换？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。这个帽子可以拿回去送人吗？我觉得你们的老公或者是弟弟都会想要。我们的老公一听到我们要来马祖都快晕倒了，因为他在马祖当兵啊，想要当兵来抽到金马奖就很害怕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OK， 我们现在的问题呢，就是游客可能会想要这个，可是他们身上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来到了民宿，或者是去一些青年旅社。身上没有没关系，他房间来马祖其实一定要有个东西跟我们交换。这边没有，没关系，我跟你回台湾去你家找一下。哎，你们好，目前已经换到这顶帽子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用东西跟我们换这个？我换一顶可以吗？一瓶多少钱？一瓶多少钱？600块。这个。哦。这是马祖的限民配送酒。限民配送酒是限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一户一个证，只能买各一箱。你们愿意换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哇！哇，成功了！我觉得这个很好交换，我觉得很好交换，因为有纪念价值。我们现在600了哦，600了哦，好扯哦！好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去，走。从10元开始的，然后想要换到回台北的机票，然后我们已经换到一个价值600元的限民酒。我们今年虎年的配秀酒，它非常可爱。对对对，3年的成高。那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身上都可以跟我们继续交换的？超过600元的东西，身上有没有什么可以交换的？没有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我想到，还是我们在路边开一个小酒吧，就是把它倒出来，一瓶一瓶卖，一个下100块台币，是可以啊。我觉得如果是晚上的话，晚上可能可以。好啊，如果我们晚上还在这边纠结的话，请问你是民宿的老板吗？是，还是这边的民宿的客人？你想不想带一瓶高粱回去本岛给朋友？其实我在瑞士，如果没有什么东西，旧的也可以。手表太多，真的假的？手表太多了啦。手表带过，带过的也可以。那你买的时候大概是多少钱？原价198。你舍得？可以。真的？可以。我那时候买了两个。它真的看起来还不错，很漂亮啊！我觉得就是女生哦，也喜欢有质感。男生也可以戴。它还有黑色，是情侣的。哇！所以你愿意拿你这一手来跟我换？可以。真的假的啦 ？OK 哦，那我们就成交了。来来来，谢谢，祝你在这边实习顺利。我们刚刚就随便进一个青年旅社，我们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，就直接打开了。问了老板娘，她说没有，只是住这里而已。这个看起来就是我会想要的东西。就是它价值确实比较高，可是我有点不确定它会不会好坏。手表这东西很贴身。还有在动吗？还有在动吗？有在动，好。它是很贴身的东西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还蛮文青的。如果我有1000左右的东西，我是会愿意换的。那不好意思先生，我们现在做一个挑战。好，10元我们要换了2张回台北机票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这个市价1980，你有没有什么1980的东西可以跟我换？好，我愿意用2张机票跟你换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找，继续找其他的店家哦。你好，我们今天在做一个挑战，就是用10块钱换2张回台北的机票。那我们目前已经换到这个市价1980的手表，很漂亮，你就觉得你很喜欢。你有没有想要跟我们换的东西？你试戴一下吗？这是男生的手表吗？没有，女生的，我们是跟女生换的。就还给你，我看看我可以换什么东西。像那台咖啡机怎么样？这台咖啡机，这可以去欧洲了吧？所以你现在身上没有？我身上没有。哎呀，啊 ，OK， 谢谢。那我们继续敲门。好，谢谢，打扰，好，打扰了，谢谢。没有吗？这手表很漂亮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不打扰，打扰，拜拜。你好，我们在做一个挑战。我今天早上从10元开始换，然后现在换到一只手表。我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可以跟我做交换的东西。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换给你的？小孩要不要？小孩。小孩哦。现在人口贩卖一个是怎么算？我有1箱米，1箱米是好换吗？不知道好不好换，但是一定很重。那你有没有其他轻一点的？想我要不要拿30杯蒸奶给你换？30杯蒸奶，可是变成我们要去卖了，对不对？不一定要卖啊，拿一张小白单，就一张纸会比较困难。如果是老板娘亲自去换，我觉得有可能。
我们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困难。好，谢谢，打扰了。我今天在做一个挑战，目标是要换到两张机票。那我们今天现在已经换到一只手表，但是这个手表好像不适合我们。那你可以换来送人吗？换来送人，好，换来送人。真的、啊，真的，你觉得 OK 了、啊？对啊，可以啊，换来送人。那你会拿什么东西跟我们换？我来帮两两给你换，这只超过它的价值。这只两千一，两千一耶，这样是一张机票哎。好、啊，那老板你 OK 我 OK 哦。OK 啊，没问题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包装很棒哎！哇，奇异啊！一瓶换一瓶，越来越大瓶。一张机票券。OK， 谢谢我们民宿老板娘，真的这次真的换到一个，我觉得有一个 big jump 的感觉。有有有，而且这个要换下一个，我觉得也很容易，应该相对容易。马祖高粱，我觉得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游客都会想要。我们是早上10点多开始嘛，现在已经晚上6点了，已经大概快8个小时。然后这里其实没什么夜生活，所以我有点怕说可能8点之后就找不到人，没有人啊。我们要翻倍，要 double， 继续加油。晚上喝酒人越来越多了。好，我们来到这家店要有礼貌一点。就是这一瓶酒，哇，真的2100哦，他们直接来跟他换。他本人哎，是老板吧？嗨，我们从今天早上一直跟路人交换东西，然后我们的目标是换到2张去台北的机票。价值啦，价值，这已经有一张了，已经一张 了，所以我们先走喽。不行不行，我们要一起走，我们要一起走。你这边有没有东西愿意跟我交换？太多了，你要怎么换？你说你太多可以换？对啊，太多可以换啊。那你就直接给我们2瓶这个啊。换一组整个带弹纪念酒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好像可以耶，这很有纪念价值。你说那个白色的横的那个吗？它是复刻版，它正常的就是第一代72年做的那一版，现在一瓶大概3万。那我们可以说它是35000吗？它是不行啊，它是复刻版。你愿意的话，你不介意？可以啊，就好，贵一点点而已。哇，这个包装越来越强哎！拿好，拿好，拿好，用生命拿我的机票哦！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我觉得在下一个应该可以换到2张机票。好，辛苦你，继续加油！越换越大哦，老板娘。我们第一瓶酒就是来这家换的，跟你换这个，不要我换，你不要了，换嘛！我已经有研究了。他突然觉得很亏。有，那你有什么酒愿意跟我们换吗？多一点点也可以。有没有3500的？不是，是可以吗？好好。最喜欢这一家店了，最喜欢这一家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哦，换了出去再回来。这个、啊？对，最前线有特色，好不好？最前线这个3500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有，我在想说，因为我们要拿这个继续跟别人交换，有没有别的选择？你这里有没有4200以上？4200找老的酒，那你愿意跟我们换吗？好，没问题，好，没关系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就结束了，我们就达到目标了啊，好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没问题。我们找一个4200，找一个4200。你们等我一下，2瓶情谊，2瓶情谊，好不好？我们观众应该最熟悉就是情谊，情谊代表一张机票，两个情谊代表两张机票，2瓶情谊，你觉得？好，好吧。没问题，老板娘先接电话，不要反悔啊，不要反悔。这家超关键的，真的有情有义啊，马主人。真的太扯了，没有想到。我跟你讲一件事，我们的帽子在那边。要卖，等他去卖啊，我觉得合理啊。如果要来顶好我买这个帽子，限量一顶，好不好？希望你卖得出去。鸡皮疙瘩起来了，鸡皮疙瘩起来了。OK， 我们还没拿到2瓶情谊，要先完成交易，我们再来庆祝。换那个大蓝宝2瓶好了。那、啊、什么？怎么变什么了？变成什么了？刚刚说什么大2瓶？我不知道。不行哦，他是在问他可不可以换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但要反问。今天真的很漫长，有情有义，两个情义啦。情不够我都亏了，那你说亏大了啊？怎么两个15年？刚刚不是2个情义可以吗？不行，会计小学会计，来哪边也好看啊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000。那我们亏了，我们变少了呢。亏没办法，我也亏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就 settle for 一个对。小凹，他说2瓶情谊不行，但是他愿意给我们3个陈年老酒，对，那一个陈年老酒是1000多嘛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拿一个情谊跟2个陈年老酒？我觉得可以，可以，我试试看。跟你换一瓶情谊加2支15年老酒，1支4200嘞，这样我们就结束了耶。浓度不错哎。
红柱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会计小姐可以哦，一千八，颜色又不行了。等一下，你快紧张吧。老板娘要问了，她每次打电话我都很紧张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哦。来，马祖的必须来一斤啊！必须来，必须来。最后老板还送我们这个洋芋片，一格120，所以当240。240，那我们剩多少？我们剩360。好 ，Let's go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现在呢，已经晚上9点了。对，真的还差360。哎、欸，可是现在问题是，马祖这边真的是比较早休息的地方，对，然后很多店家都关了，路上的人越来越少。我们现在就只能有开的店就去问一下。在360 ，Let's go， 快可以回台北了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早上来过的五星堂。但是如果我们有换到的东西，有办法帮我们的价值增加360，它是什么东西都不重要，都可以的。我们不用跟下一个人换。哎、欸，老板，我回来了。我们下午来是什么？一瓶酒。对。我们现在换的酒更厉害哦，88坑道，不错。加一包洋芋片，你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愿意换的，我们还差360块。下一个人不想要没关系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快要达到你的目标了。这个都可以没关系，我们不想强迫你。可以吗？我用一包饼干跟你换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可以。哇，我们都成功了。那给你这个，谢谢。哇，谢老板。490。这样子，我们总共多少？4210块。4210块。拍手。谢谢老板，让我们完成今天的任务。哇，成功了！玩玩玩，谢谢。在一天内从10块钱一路换成价值2张机票的物品，这个挑战我们自己也跟大多数的路人反应一样，觉得怎么可能有办法达成？这个挑战的确很难，在这一天也被拒绝了很多次。不过经过持续的尝试，愿意跟我们交换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人生中我们会帮自己设很大的目标，可能大到不知道怎么达成，不过就是要不断的尝试，不断的跌倒，再不断的站起来，才有成功的机会。机会多了，原本几乎不可能的目标就不无可能了。我们下次见。你好，打扰了。你好。我们在做一个以物易物的挑战。好。好，没关系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打扰了。